开在 Paradise Mall 里面的这个 Escape Park 你们去过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今天带你们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，还有到底怎么吃的呢？ Let's go。如果你也想要考一下自己的胆量、体力，还有看着你的朋友当面出丑的话，周末来这里就对了。首先，先讲这个高空中要爬来爬去的，一开始还以为很简单，结果爬到我怀疑人生。接下来想要像小鸟一样飞起来的，你们的机会来啦！在这里有一个五楼那么高的平台给你飞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我问你头一次，你是不是飞走头次？背着我偷吃的女人就是这样下去。